它虽然不是目前画质最好的射击游戏，但一定是代入感最强的，考验队友之间的默契程度不说，还几乎融合了所有能在实战中运用到的战术和装备。俄式反恐或者美式反恐，我全都要。游戏名严阵以待，不同于其他把大战场作为卖点的射击爽游，这游戏专注于小场景的武装镇压和室内反恐作战，小到加油站抢劫，大到打击跨国犯罪集团，这里你都能一并体验。不过最让我上头的还得是 CQP 反恐关卡，上一秒我还沉浸在儿童房布置的温馨与梦幻之中，下一秒就遭遇了人质挟持事件，看来玩家们的神经是不得已撕懈的呀。无论在居民楼还是贫民窟，每开一扇门都是对反应力和耐心的极致考验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门后等待你的会是什么。好在玩家并不是孤身一人，你可以和好友五人联机，或者同四位 AI 队友并肩作战，具体以什么方式突破由你自行决定。例如带上 C4 和破门锤体验一把俄式反恐，如果你还算是讲武德，窥视镜加科学的开门方式也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不过一定要加强关注那些看似无害的 NPC 们，因为他们往往会在你松懈的时候偷偷来上一梭的。现在我可算是明白为啥他能在 Steam 上收获14万条特别好评了，并且官方为了进一步提升游戏的代入感，更新了首个 DLC 家园入侵。城市受五级飓风影响，大量边缘人们流离失所，涌入其他街区，并将市民的房子占为己有，抢劫案件也大量增加，因此需要玩家尽最大努力驱逐和逮捕犯罪成员们。新版本带来三张全新地图，三把新武器，外加一个特殊天气飓风，紧张程度再次升级，赶紧叫上身边反过恐的兄弟们一起体验一波吧。